三个都做得不好，很糟糕。对啊，我觉得很没有保障。连夜咪咁忧，防疫台湾劲抽，求变了世间不够，科兴却在手，没想要就有，无法解释怎不接受，刚刚听到疫症有新高，不知哪里追究，一剂难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为做到这总统，佢 cheap 到似只狗，一针难求，台湾女政客冇得救，没料到这宝岛地，一切是佢的虚构。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？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呐、啊？其实走下坡，我觉得有点走下坡了啦。我认为三个都做得不好，很糟糕。说实在，我觉得很没有保障。就原本还在考虑说要不要打，但后来觉得说好像不打的话，在台湾感觉快要有社区感染之类的。现在已经不是在社区感染的边缘，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了。我刚才开始讲，最后有七例，那等于是有两起的哈。的一个社区的感染案例，校正那可归，防疫吹水最威，求救了却偏失救，无药物在手，伏必泰没有，没法解释科兴不受，刚刚听到疫症有新高，总统也要追究，总统难留，人人唾弃躲都臭，为做到这总统，佢 cheap 到似只狗，一针难求，台湾女政客冇得救，没料到这宝岛地，一切是佢的虚构，一针难求，求救个美国稳急救，在任里每度吹去，一督爆哪可收，一针难求，无赞美个个也诅咒，没料到我所得的境况是我得拯救，总统难留，人人唾弃躲都臭，为做到这总统，佢 cheap 到似只狗，一针难求，台湾女政客冇得救，没料到这宝岛地，一切是佢的虚构。